要带好，你不担心哦。这个叔叔也穿过，拿这个去。啊，怎么叫叫任任还是什么？妈妈怎么叫你？叫怡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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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了，先看这里，你们两个看这里哦，要先要把绳子怎么弄松，刚才有讲的。这个，第一个跟这个。好，来哦，一，有没有？你看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来，哎，哥哥你看怎么弄，教他怎么弄。三只手。我没有上去啦。哎，再往下。那棵树很漂亮，你等下得看。好，OK， 好。那本来是。会不会？来，你用试试看。进来一点点，进来一点，手要进来一点。来，这样，来，三个手指，托住这样而已。对吗？你看，没那么好。来，第一个，刚才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收紧。拉这里。这个一手拉着，一手往上推，没有，不是这样，一手抓住绳子。你是左手还是右手？左撇子，右撇子。左撇子。左撇子啊。好，来，你左撇子的话，好也可以，不要，一只手抓这里，一只手摸这里，往上推。好，再一次，把它拉到最紧，来，往下拉一个，往上推。这个不要往上推。你要拉的话，你就。对对对，那推到最紧，对，没有，你不用握紧，就是往下，在下面这样轻轻一推就上去了。好，来坐下来。好，来这个，来你的脚有没有可以放在这里？开始两只脚放进去也没关系，两只脚。好，开始站起来，这样站起来的时候，一只手来，跟刚才动作一样。抬推，对，好，看这个移动，一二三，太紧了，你刚好要用松，来下来一点，太紧，把它弄松，脚弄松，脚要这样提起来，它就松了，要放松，这只手要拉直，拉紧，这只手脚要提起来，它就松掉了，有没有这样？好，抬，
看你是哪一只手比较顺，就用哪一只手。好。来踩的时候没有，一手可以拉这里，拉，然后这脚突然站起来这样，要把这个推上去，推上去，但是你要脚要盯住，不要让它跑回去，有跑回去的话它就，来，那现在再继续啊，放松啊，放松，一只手要摸这里啊，你要放轻松，就是有没有，一只手拉这里，一只手拉这里，一只手去放松它，脚要抬起来。好，要把它弄开来，然后推上去，好，太高了就用这里，来，好，那两只脚踩，一只脚踩在它的脚背，踩，那不要拉这里，你拉错条了，要拉这条，不是得拉这里，拉下面就好，好拉，推嘞，脚要拖到屁股后面，好，推，推上去，你看你现在放松了，脚要出力，再把它推上去，好。接下来，脚要往里面，不是往外面。这样就好了。那另外一只手呢？放到上面去。对，赶快换别人了，不要。放到上面去，等一下。对，后面的人排太久了。轻轻的往下来，一点点就好，它就滑下来了。有啦，没有？有啦。不要太多。这梁上也爬的最高，就跟这个长。太多的话，没有，把它放掉，它就咬住了。放掉它就刹车了，那个没有那么高啦，有没有？那应该是，然我就可以。好，你可以这样，一直慢慢的下来。加油，好 ，OK， 好。我一倒地就。好，你现在就是扣一个动作。你要扣水壶上去吗？可以吗？就是扣，你要小东西压水，开掉，不要把它弄下来就好，收下来就好，因为他们还干嘛？用力握它，就拉着这样抽上去而已。就这样，像这样就好了。我就推上去而已，对，来，压一压，看会不会松开。好，那第四个就是把葫芦丝推上去，好，脚离地，开始。好，按你的脚，脚，好。开始吧。好，那脚放进绳子里面包，离地的，脚离地开始的，要完全离地才开始的。离地，要开始。这里有一组大人的，有谁要上去穿的？这个的话，这里。累的话可以再。你可以两只手握这里也没关系，两只手一起握都没关系哈。踩在正下方，对，推，脚施力啊，这个推，对，好，坐下来。上次我们爬多久？大概爬了20分钟。对。按这里。
铅球钓鱼的那一种，啊，外面再包那个水管，这样子，我达到我要的目的，就是至少这个，那种绳子你总不能。对啊，回来可以在上面放空中休息一下。对，啊，这个只是我只是一个工具。对，我是要加上消耗品。所以如果他上去，万一卡住了30块，好吧，那就送给他，就没了。30块啊，总是600块，我可以买，可以用很多次。所以他就用那个练，其实当初我是要练这种技巧，这种手感，这种技术。对，就是东西是这样。他们的朋友都直接买了，这样。没有啊，会一点啊，一点点的，一点点可以在这边跟你讲话的这种一点点就够了。你不要在，会不会累？要不要休息？前面，要是不行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说我要放弃要下来了。到一半哦。啊，抓住几处，不用在下面，不可以。过这个地方，轻轻的握着，这样可以。好，来坐下来。你要拿我腰啊。OK， 好，再正下方哦，不要再荡了。来，你先荡离他位置，来，再站起来，再收到最紧。站起来，收到最紧，因为你还没收到最紧。OK。这样，好，来，收到最紧，好，坐下来。好 ，OK。你可以脚整个离开，脚整个往上收，哎，不要再把它顶下去。好，来，那现在怎么样？来。就是这里，放轻松，整个人坐下，放轻松，整个放轻松，不要盯在绳子上，你就是像毛毛虫，拍一段休息一下，拍一段休息一下而已。这个手都放掉了，手放掉了，去处理那一个，脚要抬起来，卡不起拔起啊，脚抬起来，它就松掉。哎，刚才那个一二三呢？哎，刚有个一二三的动作，所以上去大家都很紧张，就开始一二三，那脚嘞？所以脚不用离开那个套套，它脚只是稍微这样往上提一下。没有，我们那边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因为有些它不是就是要那个叫什么，好，往下踩。啊，你可以不用拿那么松松的，一直推。你只要脚出力的话，对，好，坐下来，放轻松。可以，上去。好，坐下来，放轻松了。好，再处理脚那一个，就是往复一直交替这样而已。我想看你跌掉了，哈哈，你跌掉了。就是那个橡皮拖脚，像那个就是李一鸣老师，他过去很带高速，他被整个就是想得到什么程度，决定的方向。少林的橡皮拖脚，他们在换了四个号和两个。我脚要踩你的脚，记住哦。可是没有，在上绳子上是很轻松的，不要那么紧张。很紧张，就是把手放开，就不然咬住就对了。往下，就是往前，对。可以救援吗？可以的。放轻松，不用那么紧张。怎么优雅？对，我要穿一下。用你的脚，不是用你的手。来，往下，脚往下，不要往前。可以。要他先讲。对啊，我要上去看你们的。微笑。准备哦。太紧张了。那等下谁要在下面讲？我要上起来。好，上来，下来，把那个脚放松，绝对放松给我，放松还给我。不是，下面那个，对。叉腰叉在后面，把这个绳子，不是，放叉腰，放在这里，要叉腰，把它含在这里面啊。那另外一只手没有，稍微翻，往下翻一点点，一点点，然后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就好。一开始滑的时候就维持它滑这个力量，对，这样，没有。阿德，你先放松，手放掉，它就咬住了。来，再稍微往下一点点。对，就是维持这种姿势，慢慢维持这种速度，慢慢下来就好，不要太快，太快的时候就放掉。不会啊。哦，它就咬住，来，再下来，一点点就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站起来，好，回到地面了。那你可以准备上去了。然后第一步，有一点。第一步要干嘛？第一步，收紧啊，要收紧，拉住，收紧。你手可以先放开。拉着。先休息一下。拉。是第三步是什么？最重要的一步。快加油！要检查扣环有没有安全。
打会不会打开？压一压。不是这样，要这样，扣板这样压。好、哦，不会打开。来，第四步就是普鲁士上去。啊，角色。哥哥，你已经快要到了呢，你再三下就到了。啊，妹妹，你还可以吗？还是下来了？脚会太紧，就左右动一动，没关系。会不会不舒服？好。再变成左右这样，这样别个上面。你们两只小子。脚踩。好，那个草。对，都。跟去，哎，好 ，OK， 坐下来。没有出声音，已经上去了。两只脚。好。OK， 好，坐下来。就是上去以后，就是那个力量，那就是马上放掉，坐下来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去跟他做一个无谓的抵抗。不要抵抗。不要想，不要弄他，不要弄他。把他拨走了，拨。抓。你把他带去旁边。对，拉到旁边。噔噔噔。摸到了没？摸到那个金色的金属丸就可以了。我掉下来。到底是妹妹还是哥哥？到底是妹妹还是哥哥先到呢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！我写了，因为妈妈比较高，所以不可以。好，再踩一次。对，跟去，跟去，嘿，好 ，OK， 手摸得到吗？哎，再一步。我是，哎呦，两个快。